请人都没有，就是他连他的孩子跟他的老婆一起死，所以你觉得他当时？
水冲出，就是走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看到，哎，这个水流不见了，就是原本有这个水嘛，突然间就没有，就好像走到这个尽头这样，然后就没有地方走了嘛，然后他就干脆坐看云起时，就是他已经走到这个没有再走的地方，他就干脆坐在那边直接看云如何升起和飘落。可以。
这个挺厉害。你在讲话，这个也升起来好耶，哇，这个也飘到好耶，都是这样而已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以王维通过描写这个情景，写出了。就有比较浓的浩荡之心。
稍微注意一下外面的情况。如果是海外影响，他有什么事情发生？亲人死了。还有？信奉这个佛教，就是专心的去听到这样子。然后他的晚年呢？